1895年发生台屏东县重慈乡重庆村的火烧总战役，还有六队的台中里邱凤勇带头的抗日行动，因为这时节兵备战蛮厉害，告诉英勇军伤亡没几多。重庆村南面还数到日本军人受伤，一团研究工作是全台湾抗日最后一期的悲壮历史，后世人也提传颂，为了纪念这下位牺牲的烈士，重慈乡公所今天就停了火烧总国家委托纪念日此次条例，从当年的旧历11月11日定做全国纪念日。请退会同意本所制定屏东县城市乡火烧庄保家卫台纪念日自治条例一案。乡台委主席邱霞女士随由重慈乡公所提出的火烧庄保家卫台纪念日支持条例三读通过。乡长顾家灿指出，制定这个支持条例的目的，就是要把火烧庄抗日保台的历史做得发扬光大。如果当然的客家吼，眼镜精神呢也得吼，义勇军呐吼，在我们邱凤阳大总理的推量之下吼，然后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火烧庄保家卫台纪念日支持条例，除了明天明年旧历11月12日是重慈乡纪念日以外，乡公所还委托乡都的国泰路口挂纪念的旗，并在战役发生的地点举办随时的祭奠，以缅怀忠勇烈士牺牲的精神。过去的是牺牲奉献，来作为咧纪念，对因的也着家属，也有咧。该好的机会来表扬，安尼烈士精神，也让我们孩子找回当年这一个历史的意义，跟留在我们孩子身上的使命。为了纪念火烧庄战役，地方人士率团古战场邱志熙抗日纪念碑，同时配合火烧庄保家卫台纪念日祭奠实行，当天的重庆国寿也接天台高庆的时节，带小朋友在抗日纪念碑前面点出生火过后老古的重庆国旗，本日的重庆向有史以来第一个支持条例建制有意义。下个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